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现在在这个，这叫什么？盘州。昨晚上在这找了个酒店。贵州这个山里啊，感觉咱每年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子呢。之前在贵州也待了一年，每天早上都是云雾缭绕的。现在已经不是早上了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。呵呵，早上多睡会儿。白天多开会儿，今天的话我们就到长沙。看，来到这边以后，就给他穿上这个小棉袄来。他这个小棉袄跟之前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，好看不？小仙儿，啊，是不是这边冷了？昨晚上睡到半夜往我被窝里钻，拱拱拱拱到我被窝里面，冷了是吧？夜里，晚上的话把空调就关了，因为这个酒店的空调太热了。来，握个手，我们走了，出发。对，走。好了，我们收拾完毕，出发。今天还要赶900公里，800多，900的路。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应该就跟杨哥会合了，就到长沙了。他这两天在长沙，我们今天差不多也跑到长沙，这样的话可以在长沙玩一天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先去找个地方吃个午饭，这样的话好赶路。一路的话都是服务区，服务区那个饭，昨天晚上在服务区吃的那个自助餐是真的不咋地。哎，这出口在那边啊，这不是出口啊。这个铁甲停车场还可以，我这个车2米5了，还是能停。中午12点了，还云雾缭绕的。来到贵州，我们吃个啥午饭呢？吃个粉儿。羊肉粉儿，哎呀，冷啊！一下车，看那边贵州特色烤土豆，烤土豆，烤鸡蛋。我们吃个这啥呢？吃个啊，那边有虾子羊肉粉儿，是贵州特色。我们吃个虾子羊肉粉儿吧，加羊肉那种。这版纳出来都不习惯了，好冷，可他们都在穿羽绒服，我昨天还在穿短袖短裤，感觉吹的风都是渗的。好了，就是他家，遵义虾子羊肉粉儿。之前我跟那个肉哥还特意跑到这个店的总店。给我来个大碗羊肉粉儿，来点酸菜，搞点酸菜进去，搞点白菜。你带包浆给辣椒。看，虾子羊肉粉特色，然后每个都还加了羊肉，哎，感觉加的羊肉呢，一片儿。一片儿、两片儿、三片儿、四片儿，正常不应该有的吗？我这还加了一点儿，这么少，起码得加50块钱的，有点少了，吃吧。嗯，闻起来就好香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好吃。简直了，好吃！一碗香喷喷的羊肉粉吃完，带小仙儿溜一下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这个老什么阿罗嫂，
也是一个粉店吧，小吃店，各种小吃，感觉生意还挺好的，上过中央电视台。贵州还是挺多好吃的，但是这次没有太多时间，今天就直接去长沙了。等回去办完边防证回来，往回走的时候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吃。快先上个厕所，我们就走了。一到这边是真的冷，我们买一个土豆吧，带走吃。有烤好的吗？有，边上那些剥出来的都是。你给我来一个吧。好，你要熟一点的还是半生的？熟一点的。嗯，带走啊。三个去啊。放辣椒吗？放。放哪里？放在这儿。上面挂着，你看一下，有一面是纸。好了啊。收款3元。烤土豆，烤鸡蛋，烤豆腐。好嘞，谢谢啊。看，一个土豆分两半，然后里面加一些辣椒，这是贵州特色。其实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。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。长沙，今天又是8-9个小时的路程，现在已经下午1点钟了。等我们到长沙的话，应该是10点、11点了。又是一个大长途。小齐你好，听着呢。导航长沙。找到多个结果，选择第几个？好的，即将导航到长沙站。全程900公里。路线规划成功。这一导航1055公里，11个小时，晚上12点到。走了。1055公里。今天比昨天跑的还远，不过开小车跑个1000公里还能接受。对面这山上漫山遍野的，这都是太阳能吧？我的天哪，漫山遍野的全是太阳能板，一片一片的。这底下是什么江？乌江吗？走在这个贵州的这个大山里啊，一天到晚雾蒙蒙的，一路都是湿的。看这山上，全部都太阳能板，一座山一座山的。
路隧道也开始变多了。接着走吧，我们走了两三百公里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贵阳这个机场的这个地方，龙洞堡。在贵阳坐机车、坐飞机的话，就到龙洞堡机场。我们来到他这个服务区，在这里稍作休息。哎呀呵，还有德克士，看来一会儿可以打包点炸鸡。德克士，好东西。到达。哎呀，这个服务区也不大，但它有一家德克士，果然省会周边的这个服务区好一点。看小米粥、南瓜粥、水饺、玉米啥的。但是现在是下午的4:30，没到吃饭的点儿哈，上个厕所我们再转转，买点这个德克士，边走边吃算了，路上也没啥好吃的。上完厕所还给我开心的，我还说一会儿买点这个德克士带走的，这德克士没人营业呀、啊。这得啥事、啊、得不了了，还说买点路上吃呢。哎呀，给我开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再走。好了，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了，这边有一个三岁这个服务区。哎呀，我还说来吃饭呢，这是锁大门了，吃的太晚了，没有了。那边有一个遵义什么肉粉儿，到那边看看，如果有粉儿的话，到这边吃个粉儿吧。这些人也是来吃饭的，都没了。早上吃粉儿，晚上还要吃粉儿吗？有泡面，一会儿吃个泡面也行，简单吃一点。今天晚上还要赶路。不知道能不能赶到长沙了，还有现在9点钟，还有500公里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只能泡面了，对面餐厅刚关门，一碗泡面，一个这个优乐美奶茶。好久没有在服务区吃泡面，哎呀，饿了以后吃啥都行。里面还加了一根肠。开饭。好了，我们这会儿吃饱喝足接着出发。然后这边还有564公里。5个多小时啊。看这边的温度又高一点，12度。早上起来那山里面只有8点几度。我们今天走着看吧，边走边看，累了我们在后面一休息。反正在明天或者今天夜里凌晨赶到长沙，因为后面马上就清明节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行程加快。你看我到这个服务区上厕所，江小仙，你怎么三个腿在这蹦啊？哎，你这个腿呢？来，我给你弄回来。这样的一个衣服你怎么都给穿成袈裟了啊？来，缩回去，缩回去，缩回去，对，缩回去，缩回去，往回缩，往回缩，往回缩。好了是吧？坐，坐下。嘿，张小仙儿。最终决定了一下，再跑个1个多小时到洞口，到洞口就休息了，因为现在晚上的10:05了，还有到长沙的话还有5个多小时。今天到洞口，明天早上开一下就到那个长沙了，2-3个小时，今天就不那么赶了。
不然的话太累了。哎啊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到了晚上的12点整，现在我们到达湖南的洞口，距这个长沙还有200-300公里呢。如果现在到长沙的话，到了凌晨3点钟去了，太晚了。我们在这边订了一个酒店，因为那个老蒋他在这儿呢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停吧。哎呀，我们到了洞口，老蒋他们也在这儿。明天那个谁杨哥他们应该也会来到这儿。看这老蒋的跑山鸡，版纳跑山鸡，好久不见这个车。318精品酒店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明天再跟他们见吧。我们直接在这一住，刚才给老杨打电话了，明天他们过来。哎呀，还有烧烤砂锅粥，要不要晚上加个宵夜？现在才12点，先把房间开好再说吧，先把东西拿上去。